外面在玩。哪有这种地？我觉得差不多的。人其他还这种衣服呢？男的都会穿，那不穿的，那不穿。FBI 的。好像觉得比较绕口，北拜就是这是俏皮话，就是北拜就是不错，对不对？就是说北拜这几礼拜还有一个不好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啊不错，用国语翻译也是可以，不错的，不错还有一个错字，好，所以我们都不说北拜，也不说不错，因为不错还属于中等，我们就说 very nice， 好，就是很棒。北拜这几礼拜。歌就是还有还有歌歌歌歌，你可以拔起歌指的歌，歌手手部的歌的，礼拜歌几礼拜，歌几礼拜，可以歌几礼拜，吉利的是一个字，吉利吉利吉利拜，吉利吉利吉利的是那个字的意思，吉利字哈，礼拜歌几礼拜，吉利拜，礼拜歌几礼拜。北拜北歌几礼拜，六个音而已。北拜歌几礼拜，北拜歌几礼拜。那你念熟了就很顺口。北拜歌几礼拜，然后接下去就是不错，还有一个错。北拜歌几礼拜，然后不错还有一个错，所以我们都不说北拜，也不说不错，就是不说中等的赞美，是说最上等的赞美。北拜歌几礼拜。但我怎么讲出来，我就感觉我有点怪怪的。舌头打结的感觉。每拜一个几礼拜。每拜一个几礼拜。每拜一个几礼拜，你要两句一起说，因为它是对仗的。每拜一个几礼拜不错，还有一个错。那后面那个就很好学。没有新，我们现在有的是买油啊，买油然后买，它因为它要储备战备油啊。其实有些不用啊，不自己有些不用啊。你不买？没有，他的就是，因为我对这方面也不是很懂，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，比如打仗的时候，那肯定要柴油，就是因为我们这边现在经常会闹柴油，就闹油荒，柴油经常加不到，柴油加不到，柴油因为它是要储备战备啊，你打仗的时候那些。军用的那些车的话，都需要用烧柴油的，坦克啊，什么装甲车都是应该烧柴油的。然后，还有部分是向国外购买，然后我们自己柴油是在东北油田，东北油田、大秦油田、胜利油田，我们在上海住那个酒店，我们的那个胜利油田的那个胜利油田。原来叫胜利大酒，不是关系，就是油田下面的一个，等于是一个三子，我们讲叫三产，就它的等于是以前讲接待他们内部人出来给观光的特产，但是后来中央政府规定，因为像这些油田都属于叫国企，就是国家国有的企业，国家规定就是国企不可以开设这些所谓的酒店，所以这改的叫月星大酒，但其实实质上它还是属于叫胜利油田。这比较大的油田嘛，胜利油田、大秦油田。台湾叫公司，集团公司更大嘛，公司就好像叫集团，集团大嘛，也是有像公司。集团公司嘛，那就可能就是有涉及到很多方面的。